出来了。今天你是不是状态不太好？没有，因为你长得太正了，我忍不住。可是你之前不是这样哎、欸。耶、yeah, ，我是小哥哥爱你，最爱你。没错，我们的街坊又要开始啦！大家期不期待？期不期待 ？BY， 没错，小盖里又回来这里了。只是说现在还是要戴个口罩，提醒一下。OK， 那今天小盖要来实测的主题是我想要知道太久没做是不是会早泄呢？以及多久算早泄 ？OK， 那在这边开始把订阅的牌出来，运用我们的鼓励牌，多谢大家哦。那如果我们想要购买里面很潮以及玛卡的，记得参考下方链接，或是到了来去观光专区，或者是虾皮卖场在下面。好啦，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实测啦。Hello， 你们好，请问你们怎么称呼？小英、星星。那我问一下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男生如果太久没做，会不会比较容易早泄？会吧，因为兴奋啊。如果一个很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，不是就很快吗？那他多久就出来？一下子吧，可能抽插个几下是那一种啊。那他有跟你说他射了吗？有，他也没有讲，他直接出来了啊，就是对。那你有很吓到吗？还好，那时候是男朋友，所以就没有。等一下，那时候是男朋友，现在没有联络了啦，有联络啦，只是没有，我现在不会找他了。你不找别人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觉得你有遇过抽插个几下就出来？对。那你有当下有跟他说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啊，因为他是男朋友就还好。如果是朋友的话，我觉得很嫌弃。你觉得会吗？会吧。你们都有遇过是不是？就也是男朋友啊，然后他可能太久没交女朋友吧。哦，你说你那时候跟他刚在一起，对，然后的第一次，对，很兴奋，我很兴奋，我还好。对啊，那为什么你还好？就没有很喜欢。为什么没有很喜欢会在一起？就刚好对我不错啊。有啦，也是有一点喜欢，但是没有到那么喜欢啦。那你那时候是大概多久出来？因为他是很明确的讲，就抽插几下。对啊，抽插个几下。就很差不多啊。也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那时候说什么当下？我说怎么那么快？假设他如果很快射完，他说：“哎，我真的太久没做。”基本上你会给他一个机会，就是弥补。前戏如果好够好的话就可以。对，要一点情调，如果没有一点情调，怎么继续下去？可是你们不会觉得说，今天我老娘跟你们这些男生做，然后结果你没办法满足，当下会怎么办？你会跟他们在要吗？不会，他我会哎，因为我其实蛮主动的，他比较害羞。哦，你是闷骚型。对对。那如果你有男朋友，可是你没有很喜欢这男朋友，但是外面又有一个很好的对象，你会怎么？外面又有一个很好的对象，他就跟很好的对象在一起啊。原来直接跟原本的分手。对啊，分手啊。有没有就是除了太久没做之外，然后男生很早射的经验？我觉得通常男生都很快就想射嘞。如果他很久的话，我就会丧失自信心，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久？对。OK， 那如果喜欢他们的，我可以加一些账号在这边。Hello， 你们好，请问你们怎么称呼？我叫 M， 我叫悠悠。你们觉得如果男生太久没做，是不是比较容易早泄？我觉得要看人嘞。我有遇过他，虽然次数没有，就是可能频率不少，但是他也一样，就是可能就是对。所以你的意思，他每次都早泄，不会因为太久没做。大早泄是指多久？这个问题很明确。最短遇过多久的？一分钟吧，真的很快，过程真的蛮快的。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？说因为你太兴奋。对啊，没有，他就什么都没有讲。那你有跟他提这些吗？你觉得没有？我觉得提的好尴尬哦，就是可能就他就可能会有一辈子会有阴影这样，就不要讲了。哎、欸，反正就是怎么讲啊？下次不要了。对，等一下次不要是下就分手了吗？是这样吗？你看起来乖乖的哦。那你那个是每一次做都一分钟就出来了？那个真的其实也很少了，就是不会特别去就是想要跟他做什么事情这样子。你可以跟他一起讨论说，哎，宝贝，我们可以怎么增加一起时间啊，对不对？可以讨论，然后怎么讨论？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天生的，就是怎么讨论可能就没什么错，就是可能没救了这样。那一分钟是舒服的吗？没什么感觉吧。当下跟他要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是可能喜欢对方这样子，那、也没就配合。反正他出来就对对对、哦、算了，不做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不会因为说老娘就想要继续搞。
对，就是可能就是会为了对方着想这样子，然后不会特别去讲这件事情，可能之后会避免就是这样，因为很尴尬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遇到外面一个很厉害的，体力很好，很会持久，那怎么办？这就要 keep it loyal 啦，就是要忠诚，不能再去找其他男生这样。好榜样，换你了。你说太久没有，应该会吧？那你会怎么解决？嗯，就没有没有，就是就结束了，就是那一次就结束了。所以你不会因为自己想要做而去跟对方要求？应该不会。所以你也是默默的接受的心，你也不会跟对方讲。对啊，谈论这话题不太优秀吧？不谈论才奇怪，男女之间在一起可以讨论啊，说哎、欸，我觉得你刚刚什么姿势，就是怎么讲，我觉得有时候再怎么改结果都差不多啊，那还不如就是不用特别去提啊，因为那个一分钟那个他已经而且跟他们讲说这样子太短，这样子自尊心会受挫。对，我就是可能一辈子，等下以后就不敢对其他女生。不是啊，没有，你讨论解决方案，是不是可以比较延迟？比如说校舍之前你先拔出来或之类的啊？戴套子会增加时间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其实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，因为就只有遇到那一个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其他都正常。对，其他都是正常的。那其他正常时间是多久？那10到20分钟吧。哦，差不多。对，差不多。也还好，我就之后就忘了。真的啦，真的。没有，就是可能有人想要比较长，那就不要再继续。对，或者就是跟他就单纯谈恋爱就好了。比较不会做这件事情的。这比较少啦，就是不会去主动去做这件事情。Yeah， 我是小哥哥爱你，最爱你。男人的救星，女人的福音。到货啦！那在我们过去2年多的街访当中呢，超过1000组的人给我们的 feedback 就是太赶，做的时候会有痛的感觉，或是不够激情。你们的心声，小哥哥也都听到啦。不敢说绝对好用，但是用过的，包括我自己，保证一试成主顾。你的味道呢，是经过严密调制的，所谓的费洛蒙的香味，就是你闻到这个味道，你会想要。不管男女，我们现在出货会随和附一个超精致的精美小礼物。如果你们想要购买，记得参考下方链接，或是到我的虾皮卖场。Hello， 你们好，请问你们怎么称呼？我是 Sandy。KV 在一起多久？快一年。有什么心得吗？射手男不错。哪里不错？床上不错。还行啊。还行而已。这样会自满，不能说男人很行。你们觉得如果男生太久没做，会不会容易早泄？会。对啊，为什么？那为什么那么明确？我以前有遇过一个3秒钟的。你说认真抽插3秒钟，然后就出来了。他有没有抽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3秒他就受不了了啦。我还没感觉到吧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你有当下有跟他讲吗？我谁敢讲啊？要是你，你敢讲吗？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、啊？可以讲、啊。我不敢讲。不敢讲。嗯，他说舒服吗？舒服。你觉得男生会不会因为比较太久没射这种问题？我没有这种困扰。哎呦，对，怎么说？因为我没有太久没射这种问题。你都是不间断是不是？就平均的那个、啊、就是做的次数，对。每天吗？没有，每天了、啊，几乎每个礼拜。每个很正常啊，每个你一天、啊、你跟他几次？大概几次？3-4次。所以你没有早泄过的经验？没有。那你相信吗？相信。你相信哦？他太久了。多久？至少超过半小时。哎、欸，有什么配方跟大家分享？不要太常打手枪，让自己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想打的时候，但是你身边没有人，就忍着。可是忍着不是比较容易射吗？比较容易射是因为你太适应那个环境，你觉得哦，我靠了，我就是要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不是每一次脑子想要靠枪的时候就马上靠，你要有意志力，就是不能太纵欲自己，就不要太常打手枪啊，真的对身体不好。Hello， 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小芬。小芬是什么靠？我是。C 小 D 吧，那你就讲。可是也有人跟我说是 E， 我觉得你有 E 耶。对啊，后来最后一次量是 E， 所以他是 E， 好不好？不要再讲 C， 讲 E， 人家都只讲大，不会讲小。好的。Okay， 小芬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男生太久没做会不会早泄？我觉得会、欸，算是有吧，就是。那是怎么发生？怎么发生的？因为是远距离啊，然后就是可能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做，后来可能会很敏感，就是他可能发生的时候就会比较敏感。然后就很快就出来这样。那他
从进去出来的那个抽插的时间大概多久？大概20分钟吧。抽插10分钟，这样子有很快？很快吧？这样很久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抽插呢，不是前期呢，进去出来这样20分钟呢。所以你没遇过那种1分钟的？我们今天有哎、欸，那种所以很幸福是不是？对啊，有些3秒啊，真的假的？有些1分钟、所以你没有遇过？没有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应该秒分吧。不是、啊，他可能状态不好啊。如果他真的就是可能做1分钟，或是10秒就啊出来。他不行哎、欸，我不行哎、欸，对，我会秒分哎、欸。你会跟他说吗？我会跟他说，我希望可以再久一点。现在是状况久了，三、好二，出来了。今天你是不是状态不太好？没有，因为你长得太正了，我忍不住。可是你之前不是这样哎、欸。所以他只要有一次。这个经验你就会觉得你不想要跟他那个我觉得还是要看状况啦，就是看他到底他的就是是不是最近比较忙啊，还是什么，就是可能身体状况这样、对对对。那如果一个男生就是抽插半个小时跟可能5分钟，然后但是他是说因为你太真他忍不住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当然是抽他久一点啊。啊，真的不会因为赞美而觉得说不会，不行，我享受这个过程。那如果他太快出来，你会要求第二次吗？会，绝对。你会怎么要求？就可能就是暗示他一下，就可能休息一下，然后可能就会故意再去，可能去蹭他，然后回去。哦，所以你还是会给对方机会。对对对。你过去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坐很久，让你到真的不舒服？有，多久？就是1个小时，差不多吧。就是会觉得哦天哪，可以不要再来了吗？有点不舒服。会啊，到后面就会整个干掉，然后就觉得可以休息了吗？出来好累。如果撇除掉干掉这件事情，你会不会想要继续做？就如果都是很湿，会。所以是。是会干，对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不是我要自我行销，是我最近推了一个产品叫里面很潮，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做2-3个小时都不会干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想试看看吗？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所以你撇除掉干，你是觉得 OK， 但是因为就是痛，对啊。那你会怎么跟对方说？我会说你要射了吗？好不好？可是我射不出来。我会射了，那还是我帮你。对。就可能换我，或者是用嘴巴吧。OK， 那如果喜欢小芬的，可以追踪他去账号在这边。Hello， 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刺猬。来，刺猬是什么 cup？ E cup。那我今天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你觉得男生太久没做会不会早泄？会吧。为什么？通常久没做应该会比较敏感吧。那你之前的时间大概多久？最快的吗？可能几秒钟吧。那你会讲吗？我会说结束了。那对方说什么？对方就说今天状态不好，然后我就说没关系，下次加油。你是我们今天问到算是最温柔的真的吗？对啊，那你内心会不会很干？居然没老娘那么爽到。其实不会，因为休息一下可以再来一次啊。啊，就是你可以接受，就是他可能第一次太快，然后第二休息一下再来。对啊。那如果没有第二次了，他说哦很累。那就明天再来。那你最久多久？最久应该1个多小时。那你觉得会不会太久？会蛮累的。那如果比较起来，你比较喜欢哪里？我喜欢刚刚好大概半小时左右。如果刚刚你说第一次可能最快3秒，他如果第二次10秒，我会说那就休息吧。他说可是因为你太深了，你让我太深是什么？你太深太浅。太深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他说你太美了，我忍不住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很喜欢听甜蜜。那可是如果跟一个小时，那你会不会觉得他没有，他觉得你没有魅力，所以才可以做1个小时？我觉得不是那你讲什么？就他比较持久啊，而且有一些男生可以控制，我觉得这应该练一下应该都可以啦。所以你愿意陪着那个3秒钟的，你有陪他练吗？没有，分手了我只要知道他早泄，我就会跟他分手。等一下，你这边说什么很暖，暖女很温柔，我可以安慰他什么的？可是我不会教这种男生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就是有试过啊。对，试就对了。对。所以好色。你会直接跟他分手？你会用其他名义跟他分手？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适合哦。OK， 那如果喜欢刺猬的，可以让他去账号这边。那我是阿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！我是小哥哥，你。最爱你。
好了，那今天实测终于结束了。今天小咖喱发现，大部分的女生觉得，如果男生太久没做的话，真的会早泄；女生真的会因为男生太早射而跟对方分手，而且女生不会跟你们讲原因。今天有男生分享，就是他说不要常打手啊。啊，我个人是觉得，如果你希望不要那么早射的话，可以就是在做之前先靠枪，就先排解一下，然后再做。那如果你要购买里面很长或是属于保健型的玛卡，记得参考下方链接，下面卖场来去逛逛专区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今天实测就到这边结束啦。我是小哥艾琳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！疫情后的第一场实测，艾琳来了，艾琳热血沸腾。